手，秀良。Hello，你看看，棒棒，我们看看可爱的王美哥去找羊群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在这样子一个大草原里面看到了马匹，现在看到了羊群，回头羊好大的一个羊群哦。那牧羊人在远远的地方骑着马，他在看着他的羊。哇，这里真的好棒哦，非常的舒心。你看那个云多美啊，一朵一朵的。那个山真的，这终于符合了那一句话："风吹草动见牛羊"。但是现在因为是，春，对对对，因为没有草动的原因，是因为呢现在才，刚刚春天啊，春天要，草还没有长长。然后我们的小毕说，今年的雨水比较不丰沛，所以呢草还没长长呢，我们就拍着羊群喽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啊！好，来挥挥手，挥手，你看人家羊屁股，我们要超过它，然后往回拍，还要帮你拍一张吗？好啊，录影完毕喽。